我觉得我跟大家的心情都一样，震惊啊，然后不开心，也不敢相信，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，差不多就是这种心情吧。我想大家都一样，所以心情都会不好，但是不要担心啦，7月1号就过去了，那这一波就过去了，明年还有下一波，那我会再告诉大家。那现在还会有在发吗？一定有啊，然后我也希望要报的就趁这4天赶快报一下，今年就快要结束。我自己有吓到，是的，以活动为主。我想应该大家都吓到了吧？有没有人没吓到？告诉我，你懂我意思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我鼓励所有的人都不要气馁。然后也希望大家赶快恢复心情。你有私下传讯息关心他吗？如果有交情的，我一定会关心。应该这么说，我其实更担心受害者吧。你要知道，我也是属于很惊讶的人之一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等到，我觉得司法调查吧。接下来逆行就是司法调查会介入嘛，那真相才会慢慢的浮现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未必都是真的，或都是真相，因为现在水很浑浊，所以不要着急，大家不要急。